好，这是我们由我们真耶稣教会所办理的圆游会，相遇各位的弟兄姐妹，还有附近的邻居，跟我们的附近的社区朋友，可以分享这美好的周末假日。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请林颂怀传道，我们带领与天上的天父说说话。我们请林颂怀传道。哈利路亚！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临近的乡亲父老啊，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一起在乌日国小这边做一个爱心的活动。那我们在一开始，我们要将我们的整天的行程献上给天上的神，也求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默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宇宙万物和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天气很好，今天我们心情也很好，因为我们今天要一起来举办圆游会。主啊，在今天我们能够将在教会里面所聆听到的道理就是看顾我们身边弱小的弟兄这样子的精神来发挥出来借着我们所布置的摊位，我们的义卖，我们要把这些的收入来跟我们一些有需要的朋友们来分享。主啊，在这个世上其实是充满着爱，尤其当我们陷入在患难当中，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不足，我们却能够在主你的恩典当中去看到。主啊，原本患难或者是一些意外的事情，其实是你的用包装起来的恩典。我们在今天的活动当中也要来彼此交流，我们会很开心而且很平安的来完成这一切。主啊，求你纪念我们今天为了爱心义卖的活动所准备的这些摊位弟兄姐妹，他们的付出远从各地方来聚集，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来认识你，属你的教会里面有爱。我们也借由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彼此来分享主你的恩典。我们在一开始献上我们的祷告，愿你垂听悦纳，愿你带领我们一天的行程能够收获满满，而且能够心情愉快，充满喜乐平安。哈利路亚，阿们。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大力支持本会圆游会的真耶稣教会中区区负责翁正晃传道，来请我们大家勉励几句。我们请翁正晃传道。他等一下可能会发礼物哦，所以赶快来前面站好。喂。注意听，注意听，要发礼物哦。哈利路亚。咱各位乡亲、妇孺兄弟姊妹。主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好早。感谢主耶稣带领，咱中间团契、台中区中间团契联契，会通来推动、来设计、来负责今天早上在乌日国小所举办的共享生命之恩爱心圆游会。特别真心的爱，和咱真耶稣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无分彼此，会通同心协力，我们得到乌日国小，还有我们警察局、环保局的支持，感谢主，也有真耶稣教会、哥尼流社会福利基金会的赞助，让咱关怀咱乌日地区的弱势同胞，也让咱兄弟姊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共识。我们要联络感情，我们要荣耀主名，我们要把我们平常信仰所得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阿弥陀佛。台中区有十六间的教会，彰化区有十五间的教会，咱中区对苗栗一直到云林就是二林、园林。安尼拢共31间教会，8000位的信徒。那今仔日直接是咱台中区的联契来负担呢。感谢主，咱已经开卖，大家嘛准备好要来共襄盛举。愿天父真神
来纪念所有工作人员已经几礼拜就都没闲，尤其昨天早上就来搭帐篷啊，就来规划我们的停车位，还有感谢所有的演出的啊弟兄姐妹乐团啊，都能够用心来做准备。咱即阵大会就要来开始，啊，我先来唱诗，来俄罗斯，啊，嘛唔忙特别精神来看过，啊，感谢大家付出，啊，我要先唱407首，在花园里，你特别精神的面前，啊，我们犹如啊在地如天，主耶稣的灵就像空气看不见，可是他跟我们同在。所以得到神的爱，神的怜悯，我们的生命好像花朵被摆在花园里，愿主带领。我不是男高音，我是男中音，不过就是爱唱诗，愿主来所锻炼。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走路，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之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越坐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人生在世啊，真的会有很多的患难困难，有时候我们想过平安顺利的日子，可是平安要留住不容易啊，天灾地变让我们平安损失很快，可是我们知道吗？天上的神爱我们，2000年前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就是我们所敬拜侍奉的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预备生命的道路，所以有真理，有道路，有生命，耶稣的爱就在你我的心中。很多信耶稣的人因为信用可以得到喜乐跟平安，愿亲爱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享受，来聆听，来领受这一份平安福气的恩典。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走路，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之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感谢主哈，掌声在哪里啊？我们啊，荣耀天上的神，得你休息。408。矿泉水那个箱子啦，放在下面。来一个起来，矿泉水都倒了啦。主耶稣若今日再来临，你是否能同行？
以为言和慈爱掌王权，若主今日在临，从万邦拣选属他子民，蒙救赎圣洁这天地，耶稣同在直到永远，若主今日在临，没了啊，没关系，我用丹田喊就好了。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荣在我主为王，荣耀，荣耀，加油，加油，加油！在预备主道路。主耶稣若今日再来临，你是否能同行？以威严和慈爱掌王权，若主今日再临，从万邦拣选属他子民，蒙救赎圣洁这今天地，与主同在直到永远，若主今日再临，荣耀，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永在我主为王，荣耀，荣耀，快预备主道路，感谢主。我们来欢迎我们这边的小朋友，我们是他们来自黎明教会的弦乐团哦，他们是黎明教会的小提琴班。哇，他们都是好像大部分都是小朋友哎，好厉害哦。对啊，黎明教会小提琴班成立于2016年10月哦。起初的时候是希望藉由这项乐器的学习，可以让小朋友参与音乐侍奉跟学习圣工的服事，目前固定协助黎明教会3个月一次的福音茶会。那小提琴班呢，现在由陈怡英老师负责教学指导。那练习的时间是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2:30到1:30哦。那起初呢，一开始的学员会看到他们的年龄层其实好像有点广哦，可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小朋友是居多的哦，是由宗教教育的小朋友为主，那先教学他们，然后成立了第一批学生了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次的招生，那就由大人们来一起融入这项音乐侍奉，然后也教学，要让他们有让他们让这项音乐学习能够容神一人。哇，这是一个很棒的侍奉耶。他们要带来什么样的曲目呢？
他们要带来59首赞美诗，59首求主引领，120首奉献所有，跟18首歌颂主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黎明教会的小提琴班，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了，掌声继续。我们邀请到南台中教会的叶心凌小妹妹，她要来钢琴独奏，一个人演奏，有没有小朋友有这个勇气的、啊、好，别看小妹妹年纪很小，她台风可是超稳的、哦、她已经在台上了，你看，对啊，非常的稳重，对不对？我们来访问她一下。小妹妹，叶小妹妹，请问你几岁开始弹钢琴？
六岁开始弹钢琴，好，等一下再通过，六岁开始练钢琴，他为了教会的侍奉，你看这么，你现在几年级？三年级就来参与教会的音乐侍奉哦，非常的优秀。那请问你现在的心情如何？紧张，很紧张，对不对？所以我们各位观众们，他很紧张，所以我们要给他鼓励啊，请给予他掌声鼓励，再多一点。好，他要演奏的表演的是一首诗歌，很难得哦，请注意听哦，他表演的诗歌是有人在为你祷告，非常温馨感人的诗歌哦，请仔细聆听。节目由我们长青爱乐团契带来四首赞美诗哦。长青爱乐团契就是刚刚为翁正晃传道所伴奏的乐团哦，他们是来自南门教会的手风琴老师陈宗贤老师，跟大家挥挥手，陈宗贤老师是我们的手风琴老师，还有来自仁爱教会的徐胜良老师。徐胜良老师是有没有人知道这一把乐器叫什么呢？我们应该送小对，刚刚有得到小礼物，小礼物，快点！有没有人知道这一把乐器叫什么？站在台前的总是有机会，快点，快点！哎呦，我听到了！你是穿橘色的那个小好，穿橘色的哥哥，对，我们要叫哥哥，哥哥开心，好，我们恭喜得到一支可爱的笔。不是，绝对不是选葡萄园的笔。对对对，好好好，这一支乐器叫做上低音号，也叫做巴厘洞。哦，还有两支金光闪闪的，哇，闪到我的眼睛了。这两支乐器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啊？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乐器？这两只。好，请说。萨克斯风，恭喜这位穿白色衣服的哥哥。得到我们的葡萄园的笔。好，他们是长庆爱乐团器，他们要带来的诗歌总共有四首诗歌，他们会一直陆续在我们现场不断的为我们演奏。他们今天要带来20几首的歌曲诗歌，请大家要仔细的聆听。他们要带来四首诗歌，他们带来4首赞美诗，52首主恩浩大，136首我之所信的是谁，168首精兵前进，423首对我述说耶稣的故事。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欢迎长青爱乐团契，掌声。
节目是南台中陶笛班，南台中陶笛班呢是由林应本老师所带领，年龄层来成员来自各个年龄层哦，是南台中户外部大会的固定班底，是大家为了要吹出优美的旋律，所以除了在聚集在教会中练习之外，许多成员更是在家中勤奋的练习哦。所以大家都是从完全不会的时候开始一起学习成长哦。所以非常愿意付出音乐释放的大小朋友可以一起加入哦。好，所以呢，如果你有意愿要学习陶笛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前往这个南台中教会，我们可以询问林应本老师，全部都是免费教学哦。好，那他们都时常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次他们来到了圆游会的现场，要带来三首诗歌。第一首，96首《奇异恩典》加《因为耶稣的爱》，跟赞美诗90首《数算恩典》。我们一起来欢迎南台中陶笛班的诗歌演出，请大家掌声鼓励。Thank you.
们就欢迎南台中教会的林佑嘉小弟弟为我们带来三首钢琴曲奏。第一首赞美诗120首，第二首有人在为你祷告，第三首马楚卡舞曲。好，我欢迎他，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聆听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欢迎我们的竖笛二重奏，由我们的柯琪君姐妹、陈佳音姐妹，还有我们的黄恩义姐妹，为我们带来两首诗歌，两首演奏的诗歌。第一首《让主耶稣进入你心》，第二首《主牵我手同行》。那我们现在来欢迎他们。
欢迎我们的长青爱乐团器，请他们上来为我们带来六首诗歌的演奏。那是由南门教会陈宗贤老师用手风琴，还有仁爱教会徐胜良老师用巴利痛，还有陆和教会林世忠老师用萨克斯风来为大家带来演奏。那我们掌声鼓励，欢迎他们，欢迎他们，来，各位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Thank you.
曲目是《爱是》，我们欢迎他，欢迎，好，谢谢。我是杨家德，我是茶壶哥，我是茶壶弟，我们是茶壶兄弟。爱是很久忍耐，爱是要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讲话，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的发毒，不计算着第二，不喜欢不义，爱是喜欢真理，本是盼望，本是相信，本是盼望，本是忍耐，爱只有不自惜，我要盼望，我要忍耐，爱开心，爱人如己，我爱的天父先爱我。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着第二，不喜欢不义，爱只喜欢真理。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只有不自惜。
天爱我。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长青爱乐团契，他们要演奏的诗歌是赞美诗，共十首诗歌，还有主啊求你差遣我，还有爱的钟声，总共十二首，我们欢迎他们。
Thank you.
黄雨谦与黄雨恩一起演奏。他们要为我们演奏的是赞美诗208首的圣徒贝提及459首的约旦河畔。我们邀请他们上台。兄所领导的乐团永福教会的萨克斯班呢，由宋世光老师带领成员吹奏高音萨克斯风及中音萨克斯风，搭配吉他和电钢琴的演奏优美动人。他们时常参与各教会的宣道事工，以美妙的乐音来为主传扬福音。他们以下要为我们5首诗歌，他们要演奏的是第一首《日升之处》，第二首《爱是不保留》，第三首《美好之日》，第四首《蒙福的人》，第五首《圣徒贝提来到美地》主曲。好，欢迎他们。
Thank you.
啊。